魏王王都遭袭之事发生，我已让人通知昊天宗留在帝都，免去我方后顾之忧。嗯，老师，这次您做我的副帅如何？领兵作战非我强项，但若有我对付对方的魂师军团，可保证让他们干涉不到主战场。小三，战场局势千变万化，岂能向陛下随意许诺？ 据我了解，武魂帝国虽号称有7万魂师，但里面战力一般的30级以下魂师以及驻守在各大主城的魂师就有3万，而南方牵制星罗大军的还有2万，能投入到天斗战场的有2万左右，但我方只有4000多名魂师，再加上2300名唐门弟子和10000唐家军呢。哦，唐家军并非全由唐门武堂的魂师组成。 其中还有各军精锐，这些人必须靠暗器辅助来提升实力，但唐门暗器的材料锻造难度高，短时间内很难批量生产。老贾，这是泰坦堂主改装的诸葛神弩，材料由铁金改为金刚，虽然体积和重量增大了。 威力不受任何影响，专用于军中，毫无问题。另外，还有300架以破甲舰和雷火舰等特殊弩舰配备的诸葛神弩，攻击力提升50%。这些装备将随粮草部队一同运往前线。这一战，唐门暗器定会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。老师，谢谢你，待扫平武魂帝国，陛下再谢不迟。 自从鬼长老陨落后，世间再无两极竞职领域，局长老的地位一落千丈，沦落到这般境地，可悲可叹呐！局长老，过了这片树林，就到目的地了。这一次。 一定要彻底毁掉天道大军的生路。小怪物，你也回来了，我有事耽搁了，也刚到。回来了，老师，您来了，请上座。 他就是帝师，这么年轻。听说帝师曾经营救过雪夜大帝，对经商登位有大功。作为魂师，实力天赋确实很高，可要论及军事指挥，哼。陛下，您别管我，正事要紧。我军以万人为军团，各位都是军团首脑。目前，我军距离武魂帝国还有5天行程，今日召集各位将军前来议事。 是为了具体的战术安排。